你给我拍这个上传吧，肯定很多人点赞的。没问题，来，都拍几张。来，你在这边摆好姿势。我把你的生活日常都发到微视上去了，你现在有几十万粉丝呢。你们看，你是我专门为他做的菜。我说，他吃了之后，我们俩是不是就在一起了？只有24小时，他24小时的效率怎么比我48小时还要高？挨了挨了，好贤惠啊！你说如果我现在跑过去跟他一起打扫的话，他会不会跟我在一起？他在打扫的时候这样。我采访你一下，你平时一天要打扫几遍？如果你不在的话，一遍就够了。那我在的话，打扫几遍呀？还是这么没心没肺，伤心不会超过一天。这样也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姐姐再去装一点，你们先去那边玩好不好？好。不是，你倒是放啊！你等风来，然后放。3、2。